TRX 的苹果直营店一直是这里的重心嘛，他听说耗资了1亿马币来打造整个 TRX 的苹果直营店，单单只是在公园城的玻璃面呢，就用了2000万马币。我们无人机上去朝圣一下。 大家好，我是秦轩。今天趁着我已经把事情做好了，然后想着我已经好久没有给 TRX 业主们更新最新的 TRX 的一个发展，所以今天趁着我有带着无人机，我们等一下到现场直接上无人机看一下最近的发展是怎么样的。因为听说苹果直营店已经开始封顶了，而且单单只是屋顶的造价就超过了2000万马币，整体的造价要超过1个小目标。我们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。 现在我们就在敦拉萨的主干道上，这条路呢通往敦拉萨金融中心，通往 TRX 金融中心的路道上，大家都会看到很多这种高架桥。所以呢，通往 TRX 不单只是可以在普通的路面，也可以通过高架桥和地下隧道通往到 TRX 区内的所有的建筑物底下。 多立体啊，多漂亮！2个月没拍，整个商场的成长是显然而易见的，而且顶层的植物估计都已经种得差不多了。等下我们发一个无人机上去看一下现在的植被建得怎么样。我们先买杯咖啡。我们从侧面看啊，现在 TRX 住宅的 A 栋和 B 栋也马上就封顶了。 TRX 的其中一个景点，这次来到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装饰的细节都已经做好了。你看详细的画面，宝诚保险总部是 TRX 区域内第一个启用的办公大楼。 爱芬、汇丰总部、AIA 总部都已经启用，中午午休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潮。中国华为还有其他世界500强公司都在地标高楼里这里办公了，这些都是这金融区的心血。基本上都已经完工，现在已经在开始装饰了。你看那个白色的，跟之前我们的楼书里面的装饰是一模一样的。 我们2个月没拍啊，整个商场顶层的花园的植被已经移植了非常多，现在看起来呢已经非常的壮观。想必当所有的植物都移植完毕之后，会是一个盛况。你们看这个设计是不是特别前卫？它是下沉式的设计，从商场的空中花园层往下面的商场延伸。 净水系统都已经完善了，现在在顶部也种植了很多绿植。现在来到了商场的东面门的位置，这里呢有3个地铁出口，而且现在地铁双线都均已经通车啊，也可以实现了机场一下来就可以到你住家的楼下，所以呢非常方便。另外我们说有3个地铁出口嘛，其中一个出口呢它做成了这种钻石 模型的玻璃式的设计，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特别的地铁站口呢？因为这个地段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重中之重。另外，商场东面门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未来是非常宏伟的。各位业主们啊 ，TRX Residences 已经亭亭玉立了，我非常期待它交付时候的盛况。